您来看不可以不知道的讯息。为了提升市区的空气品质，从6月1号开始呢，将全面禁止车辆怠速，针对停车没有熄火呢，也将严格的取缔，请驾驶朋友注意，以免受罚。今年的3月呢，政府就通过了机动车辆停车怠速管理办法，经过3个月的宣导之后，即将呢在6月1号起全面实施。凡是车辆停车等候超过3分钟没有关闭引擎，就触犯了反怠速条例罚则，将处以新台币15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款。而高雄市将针对学校、停车场等地区加强取缔。